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格调科技的视频，我是小韩。最近有不少朋友买了 Mate 30和 Mate 30 Pro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一代的 Mate 30系列手机的超级夜景算法有点用力过猛。在夜间使用超级夜景进行拍摄时，很容易得到一张过曝的照片，反而没有用正常模式拍摄的夜景显得自然。今晚我去汉阳江滩散步，路过那边的鹦鹉洲长江大桥，于是我想拍一下那边的夜景，结果就遇到了很头疼的现象。我发现用 Mate 30的超级夜景模式很难拍出一张让人完全满意的照片，几乎每一张拍出的照片都是过曝的。特别是在大桥上的灯光比较多，光源比较复杂，启动超级夜景拍摄时，可以看到拍出的照片有明显的眩光和光晕，整个照片显得很难看。于是我仔细研究了超级夜景里面的两个重要的参数 ISO 和快门，发现只需要调节一个参数，就可以使拍出的照片更加纯净自然，也不会出现过曝的情况。现在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方法。我站在鹦鹉洲长江大桥上拍摄对面的杨士港长江大桥，启动超级夜景进行拍摄，拍好了，我们回放一下，看一下，可以看到这张明显过曝了，特别是右侧的楼房。紧接着再拍一张，这时我将 ISO 自动调节为 ISO 100。好了，拍好了，我们回放看一下，这张的曝光是不是控制得更好？和前面一张对比，这张更像是夜晚拍出来的感觉。我再用超广角端拍摄一张桥面上的超级夜景。好了，拍好了，回放一下，可以看到这张桥面已经过曝了，天空也过曝了，整个画面很难看。切换一下 ISO， 切换到 ISO 100，再拍一张。拍好了，我们看一下这张怎么样？这张的曝光是不是更准确，没有过曝的情况？我们来仔细对比一下这一张和前面拍的一张，前面明显过曝了。这一张用 ISO 100拍的，画面更加纯净，没有噪点。前面拍的，再看一下这张后面拍的，对高光的压制是不是更好？我再用 ISO 自动模式拍一下桥下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怎么样，这实在是太亮了，基本上没法看了。切换到 ISO 100，再拍一张。拍好了，我们看一下，这张的曝光就明显正常的多。我们再切换到前一张，再回到这一张，是不是对比很明显？综合以上测试，我得出的结论是，当你使用 Mate 30系列手机进行超级夜景拍摄时，将 ISO 从自动设置为 ISO 100，这时拍出的夜景的曝光会更加准确，高光压制的更好，而且画面的纯净度会更高。 ISO 100之外的数值我还没有试过，应该
ISO 400以内的画面都要比 ISO 自动要更好一些。有些朋友可能会说，在进行超级夜景模式拍摄时，它的倒计时进度进行的时候，画面从暗到亮的过程中，你可以提前的终止超级夜景的拍摄，得到自己想要曝光的画面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控制是很难的，而且你提前结束超级夜景的拍摄时，得到的画面的噪点会比较多。今天就讲到这，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。如果觉得不错的话，记得收藏、关注并点赞。就是。